今天朋友的无人机飞这个山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那个悬崖上面了。今天叫了几个爬山高手，就是在当地找了几个比较能爬的、比较厉害的，带着绳索已经上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跟上面去看一下。大姐挺悬的啊，应该挺悬的。你这挺悬的吧？现在他们带着这个绳索，然后翻着那个山顶上去，因为那边是悬崖，然后看这边能不能上去。为了这次救援，然后我也用无人机来帮这个朋友看一下那个飞机在哪个地方。我就挂在江湖上嘛。慢点。哎，飞机咋弄了？你们那个牙就掉进去了。我偷滚机了。来，我扭起来啊。好，扭起来。我先踩着这个碎头都行。踩个碎片。可以啊，我往上去。看到了。那螺旋桨那个碎片在口袋还。哦，那个没看这个。我看一下。外观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是应该摔的不是很严重啊。就是这个螺旋桨，哎，螺旋桨坏了，哎，慢点，我刚推到它嘞，没有，去测试一下，换一对桨，救援成功，哎，救援成功，啊，也得，这个，干嘛那么重？重的我，飞吧，中间那个飞得蛮猛的，你飞得蛮猛的，啊，好，拿下来，好。马上到了，啊，没叮咚咚，好，挂上，我可以，没问题，上面走，脚走下来，哪个牌子？这什么班？啊，欢迎他吗？来了，来点去作业，三号的吧？那熊半个点呢？半个点，哦，石头啊，好了，这个。没施工哦，你没施工啊？都是爬几万块钱，这些都是砸的东西。你这风飞得太猛了，你这风。这我爬，给你们加到的吧？给你们加到的吧？这么猛的，哪个都挂起去。今天喝多了一点，就是屁股撞到那个山上去了。感谢我们那个望山的兄弟，那几位兄弟。帮我把飞机救回来了，换了桨叶之后完好无损，刚刚也测试过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那还是再次感谢三位几位。好，这次我们的救援行动圆满的完成了，今天到这里。